这次参加超乐音乐节的心情怎么样？有为今天的舞台做什么特别的准备吗？心情就是当然是很开心嘛，因为这是这几个月的第一个舞台嘛，然后就是很开心。然后准备的话，其实就是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染了新的头发。这个头发我从染了之后就一直戴帽子就捂着，为了不让粉丝发现，然后就一直在机场也是捂着，然后就是给他们一个惊喜。很多网友都很喜欢用你的表情包，对此你有没有什么想说的？很开心啊，我觉得这是一种另外一种路线嘛，就先走进大家的表情包里面。其实挺开心他们用我的表情包的，我自己也觉得有些表情包很有趣，而且我身边很多朋友也是，就是他们也会用我的表情包。你平时会用自己的表情包吗？最近最常用的表情包是什么？会，我自己拥有自己很多的表情包，我并且经常使用。最近的话应该使用的是那个他们说像探险家的那个造型，然后旁边一滴汗的那个，有点无语的表情的那种。谢谢粉丝朋友们一直以来的支持，然后呢，在观看我表演的时候不要拘束，就是大声的喊出来。对，希望你们能够玩得开心嘛。